微量元素大 PK Part 1。当毒奶、三聚氰胺、氨粉一个接一个的浮现，我们每天的早餐到底该吃什么？为了帮您辨别什么才是优质的早餐，以下的这个实验揭露了比毒奶、三聚氰胺、氨粉更重要的营养讯息。我们在市面上选了四个代表性的早餐冲泡饮品，分别是杏仁茶、紫山药、鲜奶麦片和金栗汤，以及新上市的简直好喝。它们的成分标示上，每一包都说它是100%天然食材制成。但是谁的营养成分最高？谁能够真正提供您一天的活力？真正的秘诀就在它们的微量元素含量高低。微量元素虽然在人体内的含量不多，但与人的生存和健康息息相关。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福尔哈德说，人类若是没有微量元素，生命就会幻灭。现在就让我们亲眼目睹微量元素是如何让生命大放光彩。来，我们刚刚说微量元素，微量元素呢，你们大家都应该听过铁、锌、铜、锰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些微量元素都有金字边，金字边表示什么呢？它这些元素通通可以导电。微量元素大试验，微量元素大多数有金字边，以灯泡导电测试，如果灯泡越亮，则代表溶液中的导电力越强，即微量元素含量越高。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灯泡上写多少瓦？25瓦，大概就跟你们家厕所里面放的那个小灯啊，就表示呢，这个25瓦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就可以把能量就推出来了，那个微量元素就推出来。那我把这个放进去看看哈，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？对不对？好，我把它放进去看看它会不会亮啊？纯水不含微量元素，没有导电力，所以灯泡不会亮。我们都没有串通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通都没有串通。你发誓，发誓，哎，老外发誓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。这前面有五包，好，还有包括呢，是我们吴博士他建议大家吃的这些东西，就请你们上来一个一个人，把其中的一包你是自己选，剪开来放到里面，把它冲泡成一杯我们平常会喝的最畅销的，好，冲泡的标榜。什么养生粉啦、麦粉啦、什么燕麦啦、什么燕麦啦、什么精力汤啦，都讲得好像很厉害，而且很多，而且对，琳琅满目，哎，对对对，每一个都讲得很厉害。但是呢，他们到底里面含有的真正我们刚刚说的对身体很好，对对的微量元素，到底有多少？五种饮品之微量元素大 PK， 请看 Part 2。简直好喝，26种生机蔬果，100%天然制成，不含重金属，没有农药残留，微量元素含量全国第一，请拨订购专线02-6606-6666，或上 www.soulchannel.com.tw。